那是不是也请等一下来自我们好朋友介绍到你的时候，请你用一下那个国家语言跟大家打声招呼。首先欢迎来自我们英国的皇家禁卫军 ，Hello， 你好。再来是来自我们法国的气质贵妇美女，Bonjour。好，再来是来自我们荷兰的好朋友 ，Hello。 好，等一下，如果要找这个好朋友的时候，还要选择比利时南位，荷兰跟比利时是好邻居。再来是来自我们德国巴伐利亚地区的小美女。Hello。 好，再来就是我们意大利的型男帅哥。Hi，Ciao。Hi，Ciao。他感觉对我们非常的亲切，在意大利有另外一个更正式的打招方式叫 Ciao。 那当然他觉得是好朋友的时候，就用 Ciao。 好，再来哇，阵容非常庞大，欢迎我们来自韩国的朋友们。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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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再来我们有三位来自日本的好朋友。好，还有，好，再来就是我们来自泰国的美女。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好，再来我们两位来自越南的气质美女。你好。 好，再来就是来自我们香港的好朋友，雷猴。好，再来这两位是来自蒙古族蒙古大草原上面两位美女。好，再来是一位即将到而来自我们西藏的好朋友。好，这是的嘞。好，这是我们西藏语念吉祥如意的意思。等一下，先请我们现场的来宾。 同学、师长一起跟着我们这群外国好朋友，一起到我们外面国际美食节的会场，和我们一起体验我们今天所有各班所准备的异国文化美食。来，欢迎各位，我们一起前往异国美食节吧。啊，乐意告诉各位。 谢谢各位，那也感谢我们这些来自国外的好朋友们。那等一下，如果您在会场中遇到他的话，欢迎跟他打招呼。那谢谢我们这些来自外国的好朋友们。